Hello， 我是阿怪，今天要来玩的是我个人觉得画质非常好的手游 A3 Still Life 幸存者。而前几天我有做过游戏介绍，但是没有想到游戏的画面真的很好啊，还有它的连击技能招式也都让我感觉非常惊艳。那今天会主要着重在游戏的另外一大特色打淘沙玩法，也就是皇家之战，而让30名玩家在一样的基础下竞争的游戏玩法。而一开始会有4个武器可以选择，红莲之斧、冰结之枪、飓风之弓、黑暗之镰，而每种武器都有不一样的特色，能使用的技能也会不一样。而进入到游戏当中，人物左边就是你的等级数字，而右边的话就是武器等级。而要提升等级最好的方法就是打怪，而在皇家之战里面会有很多的野生怪物，击败他们就可以取得经验值，这是一开始最好的方法。而怪物掉落的强化石也可以提升武器等级，也可以依照武器的等级学到更多的技能。而游戏中分别有三种装备，分别是手套、鞋子、腰带，这对本身的能力值也会有所影响。防区总共有四种，而读到100秒的时候会刷新装备箱子，而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抢啊，里面都会有好东西。而在90秒的时候就会开放下一层入口，记得要赶快过去啊，不然时间到了可是会被死神抓走哦。而这里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设定，只要玩家附近出现竞争者，就算不在视野内，只要够接近，也都会透过脚步与方向知道他的位置。最后就是要说到伊尼斯之灯，它会是在第二与第三防区出现，可以直接占领，而占领的人在灯塔附近周围都会有治愈的效果，而且还会有扩大视野，只要是我军都可以享有同等效果。而最后只要撑到最后一刻的那个人，就是这次的皇家之战的胜利者啦。那让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Hello， 我是阿怪，我今天要来玩的是我个人觉得画质超级好的 A3 Still Life 幸存者。而我们今天最主要会玩的就是大逃杀皇家之战。我们先按右手边这边就可以进入了。而他们有等级的限制，就可以进去玩了。如果有不太懂的玩家，应该在十几集的时候就会有游戏教学。而且我个人觉得游戏教学的内容真的非常详细。而一开始进入游戏会有四种武器可以选择，后面的部分就需要达成某种条件才会解锁。好了，我们来先来换一下武器。我应该会选择飓风之弓，因为飓风之弓它的难易度是比较简单的，而最好的是说它下面还有一些技能，让你知道说技能是怎么使用的。继续吧。这一场的话，我是希望可以进前五吧，因为之前上一场到第六名嘛，但发现好像是需要用技能比较好杀人。好，一开始就不要乱杀，你一开始在杀什么傻瓜啦？杀什么小朋友？要这样是不是一开始我们就两军对垒了？好啊，要这样子两军对垒是不是？拜拜啦，傻瓜！一开始跟我斗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好啦，开玩笑的。不小心杀了一个人之后，就骄傲起来了。我们赶快，因为100秒了，这跟有点跟时间赛跑。他跑掉了，这个地方。可恶！20秒要封锁了啦，我们赶快！我们是不是可以在门口堵人啊？不过我现在的等级好像不适合堵人，我好像刚刚都没有练到功。视野增加，因为是打 BOSS 啊，所以视野增加了。他是不是要打我啊？算了，先不要，我们先当好朋友啦！你这王八蛋，你是不是想要被我打？
我没在怕你的。你快没血咯，快没血咯。对，我快没血，是我快没血，是我快没血。可恶！哎呀，你还追我干嘛？追屁啊你！哎，我们是要到下一个房区了。旋风之刃好了。好，我们去杀人吗？因为我觉得下一个房区就在我这边了，不太需要躲了。三连死好了，我们三连死。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！被困了被困了！可恶！要不是我的三连死不够力，哎，我们刚到下一个房区了，要到下一个房区了，先不要跟他玩。我在门口堵他好了。我先来占领一下，死定了！我就在门口打爆他们。来来来，为什么被人家打爆了？哇，这种感觉有点猛猛的哦。我们现在剩几个人啊？哎呦，哎呦，偷吃你的东西！你增加一下攻击跟速度吧。好，我们先开启，我们直接到第四。哎呀，不要来玩啦，我们先到这个房区。好，到了最后房区了，剩九名了。算了，先把罐保好了。欸，现在不是暂停画面，我在等人进来。哎呦，他们外面打得不亦乐乎啊！哎呀，我是个卑鄙的小偷弓箭手，只要能撑到最后一刻，好，我放一下我的小喽啰在旁边，我就偷射就好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我要留那个技能。因为三连死技能跟旋风刃都还蛮够力的。哎呀，快跑快跑！束缚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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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被小熊维尼干掉了。最后，我们就来挑战看看队伍之战，它是三人组队。好，这次我们要玩的是团体战啦、啊！团体战有三个人，哎、欸，我看到我的队友好像都在我周遭、欸，哎，太棒了！这次感觉我们可以活得久一点了。哎、欸，我旁边好像有一个 boss， 我去看一下。有，我们先打这 boss， 因为 boss 的经验值比较高。好，增加视野。你一开始就是跟我打，
快，我们两个就去杀他啦！我们两个一起去杀他，笨蛋！真是的，我那个队友不给力啊，明明就跟我在旁边，我们好不容易靠那么近，还不过来帮我，真是的。但我要先去练功了，不理你们了。天野龙，我们是要去偷打一下。在哪里啊？这边。快跑！快跑！队友，快来救我！欸，他这个人紧追不舍啊，他不知道我队友在旁边吗？欸，我队友死了一个，是不是？嘿嘿，先占领啊，先来回血。刚刚那个嘞，自以为很秋的野蛮人呢，给我出来！哎呀，好好好，你不来我就自己去找乐子。完了完了，我又没血了。欸，我这一只怎么那么容易没血啊？这一次。欸，队友，不是我不帮你，我先回一个血。哎呦，我们回来我们的位置。你是白痴，不要一直打我，我是队友。我去吸引别人过来。在哪里？我们两人合作无间。这边啊，这边呢？哎，这个位置吗？来了。没成功吗？啊！救命啊！啊！那个不是我队友。我这队友很逊，哎呀呀呀呀呀！别来啊！我是不是要去投射一下？我去帮忙一下好了，不要我血那么少。算了，良心，天地良心啊！好，我觉得他的血感觉很活力之风。好了，我们用活力之风，而且我们等一下要进去了，就剩我们两个相依为命了。有有有，耶、yeah! ！我们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队友，赶快！这就是队友的好处啊！有成功了，跑掉了啦！你要去哪？啊！快走，快走！哇，我被秒了，连跑的机会都没有。来看我队友。这是我队友吗？不是，我的队友已经吸飘飘啊！以上就是这次的 A3 Still Life 幸存者皇家之战的分享啦！喜欢的观众记得要去下载哦！我是爱玩搞怪下怪，我们下一集再见啦，拜拜！